兄弟们，兄兄，你莫慌，救驾的来了！他快不行了，姑且一试。先生，我乃明术门弟子，你若同我缔结契约，便可因我灵力活下去。 你可愿意？好。云转太虚，真文旦夫，混元玄生，融在万物，灵力相生，精气共行，胎光为也，幽精作平，凝受之气。 师姐，解乃成。明术门弟子乐清书，携风玉岭迎战。 别想强了我们！区区人，不是人，会去之处，还是不自量力！上！
研制的迷幻药呢？快用上。赤如，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之前你迷失神智，现在可清醒。此处为人界。是人界。你从天域逃至人界，究竟都犯下了怎样的罪孽？私逃，我应被囚于天域汲水之渊才对。啊，无足幼子，我依稀记得，我似乎在追捕玉乳，无恙否？没事，那不是你的意，我不会怪你。即使非无本意，依然犯下不可饶恕之罪，死亦不能赎。我所犯累累罪孽，尽浮现眼前。哦，竟已堕为凶兽啊！糟了，迷幻药效不够，压制不住他的凶性了。主人，他的神智被咒毒操纵了，让他解脱吧。堕成凶兽的灵兽都是中了某种不明的咒毒，无药可解。我们灵兽是天地灵气所聚而生，末后再度化为灵气，不会为此而悲哀。我明白了。不能算是解救，只是各位英雄，三位英雄，本都镇守卢龙府多年，还从未见过可除去凶兽之人，今日当真让白某大开眼界。我乃卢龙府都督白松环，三位立下如此大功，还请务必让白某设宴给三位庆功。卢龙府都督，那不就是秦妹的？正好趁此机会将都督府摸清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多谢三位英雄赏脸，方才凶手肆虐，造成船只些许损坏，本都还要再去做善后工作，还请各位先行前往都督府。